而家讲紧呢个资料系一个牙科医师，佢叫佐藤清儿，佢系淋巴照顾嘅始创者，亦都出过书卖过20万部，曾经喺亚马逊系第一位嘅 bestseller。呢本叫《奇迹的 self care》，叫做佐藤式淋巴 care 嘅始创者。佐藤先生话：而家好多系糖尿病嘅预备军，但系如果你做咗呢个动作之后，预备军就会变正常，糖尿病的话亦都会改善。他说亦都有人救返隻腳唔使截斷，用佢呢个方法。佢仲发布咗呢个连结，佢本书亦都有写到，真正重要嘅係血糖变成能量，并且呢种能量被代谢再变成能量。但係偏偏呢个循环好多人唔可以进行到。我哋就用到呢个胰岛素用尽，变成能量唔够嘅状态。唔单止係咁样，脑同眼睛都会变好，血液循环亦都会变好，仲要可以帮到减肥。就是血液循环等于个泵泵不到去的末梢神经度。第一，我们的头里面的末梢神经就是你的脚趾，当你照顾了个末梢神经，就会全身体都会感觉良好。如果你连续做10日，有一个很犀利的结果。这个女人就是用这个方法改善到她的体态。还有佐藤的著作写着，食肉和甜食这个欲望都会自然地停低，不够能量你就想吃甜食，想吃高卡的东西，因为有了能量，所以你再不会有那些欲望。做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只是吃完饭之后喐你的脚趾。上面的图表就是佐藤先生的血糖值的变化，他的血糖值也很平稳，血糖值也不会突然高起上来。做的方法是吃完之后即刻做，跟着15分钟后做，还有30分钟后，还有一个钟头后，个个做完之后效果非常明显。就是这样看一个示范。首先这样将所有脚趾掹起向上，也容易给你明白应该是这样揸住，向上是向上屈这样，然后将它分开按回下去，向上屈分开放回来，向上屈分开放回来，就是这样持续做32下，大概是30秒左右，是左右脚都要做，咁样搞掂一隻腳啦。跟住你要按呢个位，呢、这个关节，呢、这个位将佢揿住，大概10几秒到。好，搞掂就系咁样完成一隻腳。记得要做两边腳，大概系1分钟左右可以搞掂晒。仲有记得系食完即刻做，15分钟后再做一次，30分钟后再做一次，同埋1个钟头后。如果血糖唔过200是很容易降下来，做完之后身体就会发热。没错，真的身体发热，即刻我做完很明显感觉到。佐藤老师说体即刻变暖，血糖即刻降下来。他说如果大概150左右，他就会一路这样降下去，200就很难降，同埋吃完饭不会犯困。老师自己去以前吃完饭即刻好鬼眼瞓。佐藤老师说非常之多报告出来，他叫我哋做10日试下，身材你 style 都会好咗，会变瘦。他话好多人系咁嘅反应，你最好测量自己血糖，一路可以度住嘅效果。用蓝牙嗰只，他话好多人觉得差唔多有糖尿病，就做好多好剧烈嘅运动，结果整到身体都伤埋，非常之多咁嘅人。仲有好多人都唔可以持续咁做好激烈嘅运动。但是佐藤自创的这个方法哪个都可以做到，绝对可以增强你身体的能量，因为给到你身体能量，所以你立刻感觉到身体会很温暖。不是只是糖尿病，它会给到你过到很充实的生活。女人看起来都会漂亮一点，如果是男人会觉得精力充沛。